弄完这边调窝边，这个东西得勾着它，这个对置，这个对置，对置，对置，不行，把它挑一下吧，老板，把它挑一下，挑一下，正好挑一下。对，这个能调，上边都是调的，必须，你看，把它对准。针出来的这个是一个顺钩，别弄反了就行了。对，对，你看它调的位置啊，那个钩，它有前钩有后钩。行，调好就上紧。弄完了以后，先把这个螺丝紧一遍，要不它两个螺丝一交叉的时候隔住了，以后松了隔住，又把电机给烧了。行，调完以后，然后把这网子挂上，把这网子修一下，啊，修一下这啥呢？怎么了？对，然后把这个隔好，拽过来，把这个轮啊，把它抻紧，记得常抻紧，抻紧以后慢慢往下放，哎，抻直，所有的都抻直，别偏了，往下放，把这个轮子定好。看，把它对好，对好以后，然后，这个锁边对，拉紧，拉个用，看这个锁边，这个锁边可以摇这个，可以左右移。你如果不正的话，往这边摇点，啊，拧一点，手动一下看看，锁边，哎，锁边，对，这个锁边。这个下边这个
东西也能往前来，整体的这个也能左右移。然后锁边回去，这边得往后退，看到没有？得往这边来，退，你长起来不走，疼了。我立远点。对，望一下啊，行不行？记住这个钩子，下边这个钩子，钩的时候正好挨住，一推就好了。对，正好钩住，一推，哎 ，OK。然后试一个，摁这个可以自动，安成自动，很好啊。对，锁边开始，摁，大伙儿，这个。变成锁边自动，然后参数调整，一摁这个，对，这个是他自己锁边，你看看有没有挂住的地方，要不就是卷网卷的。对，再重新试试。对，它卷不过来，看看是哪隔住了。这个调这个握边的时间，一般调好了动不着。对，这边不用调。这个凸轮一般的是到最。弄平了它，差不多这么多。给它进上了呗，再试一个。如果说卷不动，把这个紧一下，试试。热不得呀！板儿啊，搁这还有个光搁是呗？完这好像拿个板儿。这就 OK 了。这个就得停止，按停止。咱这机器调好了，宽度是1米，长度咱弄2米的话，你看，2米。1米宽2米长，咱做这个片儿啊，再出俩啊，再做2个啊。
有张灭了呗。哎呀嘞，那边够了来吧，一米七了，两米，咱先两养一个两米。一米九，怎么着？你说掐着他，掐着啊！从这开始。哎呀，你们好，差不多呗。嗯，从这开始，两米。对，你数一下多少就行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个，从这开始，二十二个，从这截断呗，从这就截断了，等于是。一看啊，这个是出了，从这截断以后，这是一二三四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个，十二个。它是二十节，这要是二十一就是二十一，这个左边二十二个，十几出了十二个，对，这就可以了，然后就开就行了，把那个拆掉，开就行了。咱把速度提一下，现在速度是1200，对卷网，把这个链条挂上，这链条挂上它，然后把这轮子大概分一下。对，你记住后边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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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这么着分，对，然后把这个从下边弄上来，抻紧，胸襟分一下就行了，把螺丝通上，好紧。对，记住后边永远是后边永远是三个，前面是两个，或者是后前边三个后边四个，把这螺丝紧上，嗯，对，把这两个挡板，把这两个挡板把它上好，对，就这个样子，对，然后卷一下，对，放上，这整个机器就算安装完成了，对，这卷网。